Nope.先开壶哦。 好了，要吃够了。
你把它带上来，我要跟你的鱼群。来来来，很爽哇！这是第三条，哇，人生的第三条，加油加油，厉害哦！哎，哇哇哇，真知道哦，强，真知道哦，真打力很强哦。哇，后面也中了。欸、小心不要拖到他脚、喔哦、海力海力、欸、后面要中海力、喔、好等一下、喔、哇一阵狂咬、喔、加油我这只大、喔、看到看到了闪闪闪他的看到看到了过过过头头头头没有没有停板了停板了哎头尾都中大了、欸哇放线放线抓铁板放线先放线先拿来然后抓铁板起来好给我好来看这里哇人生的第三回从此以后一上吊很高糟糕糟糕中毒了、啊、中毒了哦各位爽吗爽哇这里就很漂亮了两三千哎、欸、那只好像更大了哎那次那次也算来看一下三分钟好到点了我不理你了来鸡同鱼，总会有鱼。你们四个谁还没有中的？有了，有了，有了。我都中了哦。有有有有。最多的那个人生的第一次，他是要中几只啊？你中几只？四只嘛。啊你嘞？我啊，哎，一只哦，啊，那个带那个女的。好，我不知道，我看一下。一只吧。一只哦。没啦。我只有看到一只啊。吃饭钓鱼吃吃面对不对哦不要那么辛苦哎呀那么辛苦干嘛哦做缸哎呀对不对哦你看他手都捞到底了捞的太多了哦啊报应来了还说他是第一次钓对啊第一次来我们船钓了不过你也不会有那么多脾气不菜了完了哎赶快去吃面面很好吃的哦，不然我等下把那小姐都全部我收，小姐都收起来钓网缸。哈哈哈哈哈！这钓网缸可以哦。好，吃饭。不好意思 ，Nope。小姐看看。好了，二嫂。来吃的感觉好嗨哦！要被撞了！哇！
这个怎么不会抽？哇，这是什么啊？好重哦。Nope。有网子吗？哦，哇，不得了，这大颗，塞了塞了。重点给你听到吗？我上哪去啊？来来，给改变听到。好，谢谢。大石斑来，我看一下。哇，超大石斑啊！哇。哇，好大，很厉害！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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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算了划算了。这不是手脚卷吗？啊，累的 copy 啊，手脚卷。几百哦，好省啊！真的是手脚卷中的气吧？那个气呢？哎呀，好。哦，那这一只也算了。好，那个拍谁拍谁，帮你套着了。哦。哎呀！对啊，一只啊，这只红龟啊，爱贵啊，千嘞，三四千五哦。滚了，一只。哎呀，红龟啊，龟啊，足贵的，足大只，足贵的啊。那假？对啊，这只唔是上班，应该贵啊。哦。这只应该三四千啊，龟啊足贵的，你知道？是啊，我唔知，我看一下。哦，啊，我回本了。红干，十只红干，然后这是我的冰箱，红干大概六七只左右，然后跟这只，这是石斑，二十二，四十四。是四十四再加大概是十公分，五十四公分，也是十斑，约莫大概三四斤左右。没几只，都是红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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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斑。我有这一只很大只，头就大概五十左右，这一只，这个可能也是三斤左右的。嗯，哦，不错不错。阿红，你的冰箱？我冰箱是空的，这里是空。来看你的垃圾桶有什么东西？有冰块。哦，但这是稀有鱼种，还有一条没有看过这种鱼。这是什么鱼？荧光绿抹布鱼。抹布，荧光鱼。哦，不错哎，我去看好不好吃再跟我说。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钓友，华伦六号。你旁边不是有餐厅吗？你请他代客料理。对，这么想吃啊？代客料理150而已。哦，干哥可以。代客料理，一个人这几十块。红干可以先切三十厘米啊。哎，在旁边弄吃个饭。好。你的红干，红干那边，红干的红干被抓来这里了。他们有更好的归宿。哇，这有马甲。哦，红干蛋，乱讲。剩下的煮鱼汤，红干鱼汤。10月1号，第一次。刚刚钓的红干，如何？跟钓鱼很像，不过它比较有嚼劲，脆脆。对，脆。还有吃过那么新鲜的吗？真不错啊，真不错，真不错。哦，是三号吗？好想吃哦。很强。真牛耶！换我，换我是。
这块是生鱼片吗？生鱼片，这不是，我也觉得它不是，它是河牛。对，它是河牛，它是河牛。对，现在都会用河牛做这样生食河牛。对，生食河牛。对对对对对。